我要一个这个鸡蛋刨冰。好，那要一个鸡蛋，一个鸡蛋。他两个吧。好。那个小孩子都很喜欢吃那个鸡蛋。哦。这吃了会不会拉肚子啊？哪里会啊？这营养很好。哦。那个，这个很有营养。好。这都是加两个鸡蛋的，酸酸甜甜，很香啊。好的，没有，你外地卖吃惯的不懂这个道理。我们这个潮汕一带这个吃的东西花样太多了。这是什么呀？柠檬牛奶。柠檬。那叫柠檬，这个麦片。好。柠檬的酸酸甜甜，吃开胃啊，很好的，这开胃很好的。好。这个麦片很香的，这个三香一竹水。三香一竹水。嗯。你们这儿人都这么吃是吗？啊，对啊，是的。那个小孩子很喜欢吃这个。是炼乳吗？啊，对啊。你看这个感觉是不是很好？第一次见这样的吃法，尝试一下。这样一杯多少钱呀？这个6块。好。一个鸡蛋1块。好的。3块。谢谢。